咱台湾是海岛国家，真侪人真介意呛水。啊，若去海域保护区呛水，千万都唔通去捡海底物件，这是违法的。昨昏就伫宜兰的乌石港，有两个去呛水的民众，偷偷捡125粒螺仔，和海巡去抓到，相关的方法15万。本所同仁执行巡逻勤务，于乌石港一字堤查获潜水客，即有采捕行为。全案依渔港法第18条第1项第4款，函送行政院农业部渔业署。这两个去呛水的民众是去宜兰的乌石港偷偷捡螺仔壳，海巡发现因捡125粒，要求因把这些拢全部拢带去海里，因为即马违反规定，被抓到会罚3万块以上15万以下罚金。